前中立警方针对辖内黑道帮派展开扫荡行动，于七月六日晚间查获天道盟正义会帮派首脑及成员等六名黑帮分子，全案依组织犯罪、强盗、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警方未来会持续积极扫荡辖内各犯罪集团，以净化辖区治安，并呼吁青少年暑期寻找打工务必小心求证，勿轻信陷阱而沦为诈欺车手。